今天分享一道很受小朋友喜欢的菜，酸甜菠萝鱼。罗非鱼两面改上花刀，均匀地裹上一层淀粉，油热下锅煎，煎至两面金黄后盛出备用。锅中放半碗水和一包糖醋汁，煮开后放菠萝和煎好的鱼，均匀地裹上汤汁，扣盖焖煮3分钟，最后撒上葱段就可以出锅啦。